我翻下聲先。好，玩具 TV 第十八季第六集，都唔知幾時無啦啦開始出，都唔知嘅呢啲咩節目嚟㗎？好，咁啊，基本上今日其實我哋頭先做咗一節嘅，咁啊稍後時間會推出。咁既然係咁咧，今日就嚟個高達之夜啦。咁啊，上個禮拜其實已經出咗好多好精彩嘅產品。咁見到我哋即係成班喺度爆呢個 SHF， 淨係拉打咧都好鬼過癮嘅，咁所以今晚就試下淨係爆高達會點咧？好，咁啊，我哋一開始就介紹一下側跟呢個先，因為我頭先見阿嘉已經喺度研究緊喎。竟然跳題跳得唔緊要，等我咁快玩啊嘛！爆曬啊！即既然係咁，陷入迷惘咯，係啦。好啊，咁啊，頭先其實我見阿嘉喺度玩緊咧，我就特登帶咗恆星六谷過嚟。咁當然其實主角都會係呢一個聯邦軍嘅，其實都唔係士兵啊，定係軍官咧，唔清楚啦。QC 是他媽的曳的，可以看到本身即係個肚個位咧，有些地方是刮花了的，咁當然我想都不是我刮花的，喺度要買啲啦。係咪關節的關係呢？我看落去又不似，我起初就覺得咧，佢應該係個肚咧呢度咁樣揞住咗出貨，係咁有機會係可能內側嗰度會揩到油漆落去落去嘅，但係咧我啱。斗膽掹一掹咧，就發覺咦，又好似冇嘢喎，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謎嚟嘅喎，係啦，唔知點解喎。咁啊，你都幾難用噶啦，咁啊，所以睇下大家好唔好彩啦。咁其實點解會話即係帶個聯邦軍士兵去比咧？就真係純粹貪過癮嘅啫。咁大家個比例都係1:18嘅。咦？咁呢個女孩子都幾高喎？係呢一個恆星六谷嘅女孩子係比較健碩嘅，反而係。無論胸肌啦，本身個骨架啦，都會有幾大嘅出入。其實我初初諗住帶埋 acid ring 過嚟，不過唉，都費事啊，我驚多嘢攞。嗱，咁啊，高度大致上係一樣啦，大致啦。咁如果講話大隻咧，其實雖然恆星六谷係一個女性嘅 body， 咁但係都有某一啲部位咧，除咗個心口之外，都係大隻過個聯邦士兵。係啊，肩寬已經同呢個男士係非常之貼合噶。係。好，咁啊，其實真係純粹想做 comparison 嘅。咁見到呢一支槍係啱揸嘅，其實呢支槍係呢一個聯邦士兵用嘅步槍。咁啊，或者我哋影一影啲裝備先啦。咁呢個就我冇記錯，好似係聯邦士兵嘅靈衣。咁其實佢都幾多嘢玩下嘅。咦？佢仲有本幾好睇嘅書喺度喎。係啦，貼紙個貼曬噶啦。咁啊，所以變咗大家見到嘅就喺曬度啦。哦，要自己貼㗎貼紙。係啊，咁啊呢度四張貼紙，呢度兩張貼紙。咁若然自己 print 啲其他貼紙再貼落本書度，咁咪仲過癮咯。冇錯，就起碼唔會單色，同埋圖片美麗、顏色美麗、立體咁滯。睇咩都得噶啦，我係啦。咁啊，本身其實玩聯邦同召喚士兵咧，我諗其實最重要都係玩佢啲裝備嘅。咁啊，大家見到如果呢個靈異 set 嚟講咧，有一支歪咗嘅火箭炮啦，我重複係歪炮。可想而知佢嘅 QC 係幾咁完美，但係佢嘅質地係咪 PVC 咧？你可以甩一甩，咦？望落就係呢一個，恐怕唔係 ABS 啊！佢你見到佢上面有個好強烈嘅水紋，估計就係佢啤嘅時候咧，可能就瀨嘢啦。係，咁所以變咗成個炮管、炮彈都可以攣嘅。咁但係都幾特別啦！你真係識安慰我嘅啫。係啦，咁啊，貝林。本身的我叫戰術帶啦，咁啊可以即係呢啲位其實我已經黐死咗噶啦，我係用 AA 膠黐死嘅，因為佢本身真係好易甩啊，咁所以變咗我自己即係作為愛嚟玩嘅情況之下，我係將佢黐死。咁啊，本身如果你儲齊三個就可以有一個好試正嘅四，我唔知乜乜彈發射器啦，手槍同埋佢比較多嘅手型嘅。幾正喎！如果以佢呢個尺寸嚟講又咁啦，但係佢係一個咩價錢嘅？我見最近推出咗馬莎啊咁。冇錯，咁啊040/06，咁啊0405就係一般嘅召士兵，一男一女，06就係馬莎嘅。
咁而家玩緊嘅就係聯邦軍嘅零二。咁你見到本身佢個肚腩嘅幾過癮㗎。咁啊，當然啦。其實我係想玩一玩係佢嗰啲關節。咁啊，本身行星六谷其實成件嘢都係 PVC 啦，咁啊，所以變咗啲關節有少少絕，咁但係so far都好實淨嘅。而佢嗰個打鑿嘅方式，佢係用膠釘嘅，咁所以嗰個絕嘅感覺就來自嗰個膠。不過你會見到 Bandai 採取咗另外一個模式嘅關節位，係類似一啲啊，呢係咪叫扭釘啊？唔係，佢都係打鐵鑿，打穿佢，係鐵鑿一支初花鐵鑿打穿佢，咁中間就裝件類似係菜鋼咁嘅嘢。大家可以見到本身大家用嗰個關節嗰個方法係唔同嘅。咁其實就住呢兩樣嘢，其實個玩嗰個感覺會係爭幾遠，或者製作方面嗱我覺得例如行星六谷冇用到鐵鑿的原因是因為咧，佢鐵鑿如果即你依家呢個情況，你就會見到呢只係上唔到色嘅。因為就算上咗，佢都好容易甩。咁我諗佢可能想盡量保持翻個外觀啦。而另外打膠鑿咧，就嗰個手感上面就即有啲似大家玩Black Series 嗰種，就會係好絕嘅手感嚟嘅。咁但係比較恆久啲，因為咧如果嚟佢呢啲 PVC 打鐵鑿落去咧，有機會轉轉下咧，雖然佢初花啦，但係支鑿有機會會脱出嚟嘅。其實我想講就穩陣。呢一節我都係啱頭先撳翻落去嘅啫。哦，係啦。咁但係其實鐵鑿嗰個玩法或者即係成本同其他係咪有好大分別？應該就唔係好大啦。係啊。但係如果佢優點係咩咧？打鐵鑿就可能應該係穩陣啲啦，扎實啲啦。咁但係膠鑿，我覺得喺呢個尺寸嘅嘢上面，膠鑿係會 fit 啲。除非你係全部件都係硬件咧，如果你用咗 PVC 嘅話，就會稍微就爭少少嘅。即係反而用膠件仲好啲個感覺。係因為咧，佢如果佢外觀都係 PVC 咧，佢打支初花鑿落去咧，其實佢未必夠中間嗰件菜鋼嘅力大。有機會佢轉起上嚟咧，佢固住咗中間支菜鋼，然後就扭花曬周圍啲 PVC。咁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嗰支鐵鑿好快就容易扭出嚟㗎啦。咁或者係佢根本冇緊度。阿新點問鬆唔鬆喎啲關節？其實如果同 say 譬如話Acid Rain 或者行星六谷比咧，係會鬆少少嘅。咁但係你話又唔會去到掉掉揈咯，你會好容易就可以扭到，就唔使點用力嘅。當然啦，真係想比較嘅時候，我想比較翻嗰啲可動性諸如此類。Bandai 你見佢特別係手踭咧，佢係兩重關節嘅，咁所以變咗喺喐嗰陣時咧，係有一個明顯嘅優勢。但係呢個就好蝦人中唔中意嘅，即係有啲人就中意我唔好想咁多拆件啊 ，keep 住靚啲啊咁樣。你明顯見到兩個係走一個唔同嘅方向。咁同埋即係佢好似啲機械人類咁樣，就喺翻呢一個即係上臂嗰度就做一個橫切，就變咗可以個即係喐嗰個方法就會多咗好多。而一般我純粹又係淨係用行星六谷嚟講咧，佢係真係淨係靠翻手踭呢一度嗰個弧軸嚟左右轉嘅啫。而膊頭亦都係就係一般大家見到嘅。格格關節，不過 Bandai 咧就係明顯地係可怕嘅，佢係會喺肩位嗰度做多一節俾你嚟喐。哇，幾好喎！咁細只佢都顧慮咁深嘅。係啦，咁啊腰基本上行色六谷就冇嘅，不過其實 Acid Ring 都有，而呢一個聯邦士兵咧亦都分咗兩節，仲可以掹添，問題不大。咁啊，當然啦，哇，幾勁喎！係，佢係一個身手好嘅好男人。當然其實都算做遮得好好噶啦。係，因為當然我仲可以再埋開啲嘅，其實，不過就唔係咁好睇，所以我就遮翻。咁其實已經好誇張。佢呢個係有種 SHF 縮細版嘅拆件方式。係，而甚至乎條腰嘅可動都同 SHF 有啲近似，就係向後咬多過向前咬啦。係。咁啊，佢因為係呢一個靈異係肥仔啦，所以變咗都係頂住個肚腩，但係都好夠玩嘅啦。因為始終佢有成即係一二三節兩個關節俾你玩，即係點玩都得。再加埋條裙仔係一個 PVC 軟膠啦，係。咁所以變咗踢腳係冇難度嘅，亦都係自然嘅。
同樣地，膝關節都採取了兩重關節，亦都是打釘的，不算緊，亦都不算鬆，扭下去是舒服和不用怎麼用力，亦都可以做到這個程度的扭曲。我又或者用恆星六曲試下了，本身因為前面沒有任何阻礙，亦都可以看到很高啦。同樣地是兩重關節，亦都是接得很漂亮的，不過可以看本身大家的膝頭哥嗰個對比，其實就冇乜好大出入嘅。不過個女仔因為嗰個腳比較粗啲，所以個關節個距離又遠少少咁樣。係。但其實明顯見到 Bandai 攞個拆件嘅方法咧，係會靚少少，稍有成。因為你見到啲邊料咧，上面嘅部分係靚啲嘅。咁啊，呢個係佢長久嘅經驗啦。嗯。所以佢一開始一入呢個1:18系列咧，佢其實佢本身真係好有優勢。腳攞關節，這個就是一般的玩法。哇，它這裡是有一個很明顯的波joint位。哇，這是咬柴的動態。是的。芭蕾舞腳。是，還有前面的鞋頭雖然是這麼小，它都照樣打了後釘在這裡。啲難唔難做咧？其實唔難嘅。不過我比較奇怪嘅係佢，你見佢明顯每支鐵軸咧，佢都打得比較長少少，我就唔係好明點解。係預你會撳翻入去，可能係啊，用輕鬆啲撳翻入去咁樣。係咁啊，當然啦，其實佢純粹講好玩法同單節大致上就係咁啦，係幾精彩嘅。當然玩得1:18就玩架撐，又可以影一影呢邊啊。咁啊，影一個頭啦。可以直接掹咗佢，塞翻落去。哇！佢條頸都仲係雙波頭嚟㗎。係啊，係雙波頭，同埋頸呢一度零零細細再多一個關節，幾黐線。我唔個頭唔裝落去啦，原因係我想佢著衫。著衫咧就可以直接唔需要鏡地掹咗隻手出嚟。咁啊，笠咗呢個落去先啦。這個位置是最牙煙的，不過 so far 因為是軟膠的關係，所以可以很放心地接下去。高興的，我再給他一個背囊，他都還可以。他同時間可以背上身的？是啊，不漂亮，但是你是可以什麼都背上身的。哇，那就可以裝回手腳腳上去了。亦都唔需要有啲乜嘢 hesitation， 直接懟落去就已經成件事搞掂。頭先嘗試過拆佢嘅時候，發覺個手感係都幾恰到好處，即係你唔會所有嘢話好難掹咁樣樣，佢啱一掹就係。咁又，不過我個感覺好似安全過 SHF 嗰種。我都個觀感上係，即係玩落去嘅時候都覺得係。其實如果佢能夠願意去出呢啲即係3.75寸。即係1:18嘅公仔咧，即係我幾想去開坑嘅，因為即係其實大家都開始係有種空間日漸唔夠嘅狀態啦。咁啊，由好多年前即係大家玩1:6開始縮到落去玩1:12，而家1:12越嚟越靚之後，即係但係你坐得多個空間都越嚟越唔夠。咁啊，其實1:18都係一個好去處，更何況1:18仲好多場景出添。冇錯。基本上可以攬的我攬曬，我執好少少先。但比較遺憾啲係，例如佢啲槍咧，即係佢背包唔會話有啲地方去掛曬啲槍上身，或者係個大髀隔離唔會有個手槍袋啊。但如果純粹講嗰個玩法咧，同埋佢嗰個關節嗰個可動性咯，都真係幾可怕。本身其實雖然是1:18，但價錢其實都不便宜，一隻圍埋大概都要3嚿水左右。但如果比較於市面上其他牌子咧，貴少少，貴少少，因為 say 譬如話 Acid Rain 嗰啲就2嚿幾啦。咁本身其實裝備上嚟講，大家都好豐富嘅，咁變咗優點就可以，其實某程度上可以溝埋一齊玩，即係無論槍啊或者啲裝備啊都 OK。咁但係當然你 Bandai 出嘅就會係好乾淨嘅，咁啊玩法唔同，
就真係 depends on 翻你中意啲咩嘢啦。